月月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？哎，怎么了？老爷子，老爷子，我梦见我爸爸死了，他被一把火烧死了。我跟你说，孩子，跟你说啊，这个梦啊，逢死必生，他碰见火就好了，他不但没事儿，哎，还要升官儿，哎。哎呀，睡去，快睡，快去，去睡觉啊，睡去。不，上帝、如来佛、观音菩萨、太上老君，如果你们真的存在，一定要保佑我爸爸平安无事，保佑我妈妈平安无事，我求你们了，好了我求求你们 了、我拜托你们了。月月，就像你这么眉毛胡子的一把抓的祈求，神仙们都相互间争风吃醋了，谁还搭理你啊？才不会呢，他们才不会像你呢，说话不算话，一点信用都不讲。我什么时候不讲信用了？你答应过我的，有机会跟我一起走的。今天有机会，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走？我不是不走，我这不是为了救你，我这腰给扭了吗？你的腰扭了，你的腰疼，有没有疼到那种走不动路的程度，都是你自己，你就是自己装的那么严重，哼，就跟你装傻一样，你骗得了别人，你可骗不了我。好啊，我这个好，我装傻骗不了你爸。我装腰疼又骗不了你，哎，月月，我在你跟你爸面前，我这真是手下败将，这样好不好啊？我投降。哎，老爷子，你的腰疼还真的是装的呀？你说我装的？那我们可说好了，下次要是再有机会，你配合不配合我？我们一起跑出去。我配合，我一定配合。那。我们可说好了，你要是再说话不算话的话，我就再也不跟你说话了。哎，走，所有房间都搜查遍了，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。老枪怎么样？没有。哎，赵队长。你们工作忙完了吗？你这地方。不错，这楼是买的还是租的？这楼是买的，后来我们自己装修了一下。装修的不错。赵警官，你女儿赵月月被人给绑架了，你有没有把她给救出来呀？还没有啊，我本来想请你女儿做我的伴舞，她很有艺术天赋，可惜啊没机会了。没什么机会了？跟我演出的机会啊，你不觉得可惜啊？大哥兄，这事儿你可弄错了，其实没什么可惜的。我告诉你，你在别人眼里可能很值钱，可在我们赵队长眼里就不那么值钱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赵队长的女儿未来的理想是要做科学家，唱歌跳舞那是她的业余爱好，只当是锻炼身体。赵队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了不起啊，女孩子做科学家厉害，发明创造大有作为。哎，对了，赵队长，你不是说我像周星吗？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我就是周星。你们找周星干什么？你说你是周星？好，好，我现在就可以把你带走。前面老枪，有，带人走。走吧，大哥星。头，那个刘宇跟您开玩笑呢，是吧，刘宇？我不懂开玩笑，知道吗？哎，别，赵队长，你千万别当真，别生气啊。这个，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就这样，不分时间场合的爱开玩笑。刘宇，告诉赵队长，你是开玩笑的。It's not funny in China。
This be joke. 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说中国话。你说我们中国人不懂幽默，那我问你，你是哪国人？我生在美国，长在美国，就是美国人喽。你是美国人？哎呦，我可得好好采访采访你，我怎么看着你也不像啊。你看你这眼睛，黑色的，头发染的呀，皮肤黄色的，是比我白点，那也不能说明你就是美国人呢。哦，美国有亲戚，麦当劳是你外公，没听媒体报道过呀？粗俗。你说什么？孤独？你是有点孤独。老姜，适可而止了。什么东西？请你讲话文明点。大哥星，我这位兄弟说话虽然是有点不文明，但是他说的也不是全没道理。如果你不拿自己当中国人的话，你来春江演出干什么？他是你的歌迷，你问问他，如果你把自己当成一个跟中国毫无关系的美国人，他们还会看你的演出吗？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赵警官。刘宇长在美国，不懂得中国的说话处事方式，哈，让你们生气了。我代表刘宇向你们道歉。刘先生，不用客气。王经理，摄影器材已经准备好了。导演问你，明天的拍摄计划是否照常进行？计划不变，照常进行。啊，对了，赵队长，明天我们公司要到西山给刘宇拍 MTV， 为了他的安全，你们能不能派两个警察给他做保卫？我们这几天的警务确实够繁忙的啊。不过保护大歌星刘宇也是我们应尽的义务。老乡，明天早上起来8点准时向王经理报到，大歌星的安全我可交给你了。王经理，打搅了啊，走。刚才多那句嘴干什么？如果明天赵忠实派两个讨厌的警察来跟着我们，我们还怎么行动？我本来是想让他们对我们放心的，谁知道。慧姐，我觉得你没错，你已经为他背了很多委屈了。刘先生，我希望你别不知足。你怎么跟我说话呢？我就这么跟你说话，怎么了？刘全，我告诉你。哎，建刚，别这样。我让你做的事情，你办得怎么样了？等着吧，如果炸弹没有问题，那帮警察你以后就再也看不见了。佳慧，我错怪你了。劝你啊，还是放弃你错误的第六感吧。
这刘宇啊，他根本不是什么周星，哼，这一眼就看得出来啊，是美国人，哼，哎，钱明，我告诉你啊，当案件和刘宇发生关联的时候，你不但没有任何发言权，还应该主动回避。我为什么要回避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刘宇的狂热歌迷，这种关系就相当于你和刘宇之间有直接的血缘关系，属于非同一般的近亲。老枪，你能说人话吗你？谁是谁的近亲了？你跟他假洋鬼子，你才假洋鬼子。别说了，一个个说话能不能和气点？钱明，那么大火气干嘛呀？老枪说的虽然有点过，可是也不是没有道理啊。有什么道理？有什么道理啊？我觉得你们对刘宇有偏见。哎，人家好心好意的，大老远的来中国义演，招你们谁了？惹你们谁了？怎么都看人家不顺眼呢？就凭那么一点点直觉，说人刘宇是周星，你们有证据吗？你们有证据吗？前面我可提醒你啊，你现在说的话可不是一个刑警应该说的。招谁惹谁了？跟我生什么气呢？喂，谁啊？我是，说话。哎，亮，我跟你说，我哎，去去去，一边去。好，我马上到啊。哎，赵队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我们去见那天拉过吴林的出租车司机。就是这个司机，请坐。情况是这个样子，昨天我去楚雄大厦附近，刚把一个客人送下车，一个女的就拦了我的车。这个女的吧，上车以后就急着让我开车走。我问她去哪儿，她说去机场。我听她说话也挺奇怪的，发现她不像个女的，我心里就想啊，这个人她可能是个同性恋，我就没搭理她。后来怎么样？快到机场了。然后，抽我的？哎，不不不，我抽不了这个。钥匙。既然你觉得那个人可疑，为什么不到公安局报案呢？喂，老婆，我们还没收队呢。哎，老枪啊，收队以后叫你们那帮兄弟一块过来。第一天开张，赚不赚钱不要紧，最重要的是要有人气，知道吗？等我们收队以后，我带他们来就是了。啊，再见。是真是这样？他在什么地方下的车？在那边那儿。那我看，我们到那边去看一看，好吧？嗯，走吧。
喂，我孙有亮。哦，孙姐啊，你那是不是出事了？是啊。你现在在医院吗？对啊，我们都在医院呢。行，老枪情况怎么样？这不正抢救呢吗？好，你在那儿等我，我马上就到。好，一会儿见。来，几位慢用啊。好，好。老板娘，再拿两瓶白酒，好吗？哎，好嘞，您稍等啊。来，走。好。张轩啊，赶快给你爸打个电话，都几点了？问他带不带人回来吃饭了？他要再不来啊，我们就要关门了。妈，你烦不烦啊？爸爸不是说了吗？他要办完事儿才来的。如果现在没来，一定是没办完事儿。你要关门就关门吧。打个电话会影响到人家工作的。哎，让你打个电话，你哪来那么多废话？跟你爸一个臭德行，本事没有，脾气还不小，该忙的不忙，不该忙的瞎忙。妈，我忙，我忙着写作业呢。抱歉，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，但你们的同志还是走了。你说，老乡死了？醒醒，老姜，醒醒啊！以后就不当这个警察了。谁说不做警察了？我说的，如果我不亲手抓住吴林，我就不做这个警察了。听见了吗？前面给你许了愿了，他不亲手抓着吴林，他就不做这警察了。我也给你许个愿啊，
赵忠实还有一口气，我就一定要抓住郑志成、吴林。一个二炮，等我的消息。回事儿都几点了，你不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啊。我不是老乡，我是赵忠实啊。赵队，怎么会是你？是我打错了？怎么回事？我打的是老乡的电话呀。没有，是老乡的电话，但是吧，这老乡吧，今天接受了一个特殊任务，不能回家了，打不了电话。这个老东西，刚才他还跟我说要回来，怎么接受任务也不跟我说一声啊？啊，赵队，麻烦你告诉他，让他注意安全啊，注意身体，少抽点烟。好了，不多说了，再见。
还在这干什么呀？明天还有任务呢啊！头，老将，是为我们大家而牺牲的。是，老将是为我们牺牲的，你心里难受啊？我心里就不难受吗？你们大家，你们都说说，论关系啊，论关系，你们大家，谁有我和老枪底？本来我们说好了，完成任务之后，大家去看病，并没有看，人就走了。干我们这一行，那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了的工作，知道吗？我们要有超出普通人的承受能力的。就算是亲人死了，任务来了，放下亲人就往前冲。没有这点承受能力，别干这个。你们赵队说的对，干刑警就是要有这种心理素质，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凶残的犯罪分子。同事，炸弹是在你的车里爆炸的，这说明吴林是冲着你来的，不是老枪。同志们，921大案，我们已经牺牲了两个同志了。老枪，二炮的死，说明我们面对着凶残的敌人，你们千万不能等闲视之。赵忠士，从现在开始，队里面再有一个同志伤亡，我拿你试问。是。你说赵忠实这老小子现在是不是已经升天了？升天？升天好啊，赵直应该感谢我。吴林，你小子是不是有点变态啊？哎，还有姓刘的那小子，他是美国身份，他让咱们帮他搞钱，还说什么到时候分咱们一半，可是他说走就走啊，你信他的话吗？我当然不信他，他许诺了这么多好处给我们，无非是想让我们给他卖命。哼，我早就想好了，先帮他把钱弄到手，等钱一到手，趁他出国前把他收拾了，这样钱不是全归我们吗？兄弟，咱俩又想到一块儿去了。你为什么要烧了他们？你父母是怎么死的，你已经知道，留着他已经没必要了。你能留一两份给我做纪念吗？
我认为没那个必要，留着他只会给警察提供你是周星的证据。啊，我知道了，麻烦你了啊，再见。啊，雨泉，要用的车子已经准备好了。嗯，佳慧，这次的事儿如果能成功的话，你是第一个功臣。我做的这些事情，你知道都不是我的本意。我知道，你是为了我。好了，忙了一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我睡不着，只要我一闭上眼睛，脑子里头都是恐怖的画面。不知道现在赵忠实，他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？佳慧，事情已经做了，就不要去想了。我是想不去想，可是我做不到。我担心这个炸弹会让警察明白，郑志成和吴林藏在我们这儿。佳慧，你的担心是多余的。如果警察没有在建刚放炸弹的时候抓住他，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找到证据，也就无法指证是谁放的炸弹。即使他们怀疑郑志成和吴林在我们这儿也没有关系。我们的密室是经过我们周密计划而设计的，除非他们挖地三尺，要不然他们永远也找不到我的密室。况且三天之后，如果我们的计划一旦成功，我们就立刻离开中国。到那个时候，中国的警察到哪儿去抓我们呢？我们离开中国，那郑志成、吴林这两个人呢？你是不是答应带他们走？这两个亡命徒，我怎么可能带他们走？可这两个人都不是好惹的，如果不带他们走啊。哼，你放心，我已经想好了对付他们的办法。在我们没有拿到钱的时候，他们俩我相信肯定是一条心思跟我们共同求财。可等我们拿到钱之后，那就看谁的心狠，谁下手更快了。玉泉，事成之后，你是不是连我也一起杀了？亲爱的，你怎么会有这么愚蠢的想法呢？你知道吗？我弄这笔钱的目的啊，就是为了我们两个能够安享晚年，过好我们的后半生。我怎么能忍心杀死我的亲爱的呢？嗯，好了，别胡思乱想了。经过我们对唐老鸭的反复提审，以及唐老鸭的态度和他反映出来的问题来看，这个唐老鸭确实不知道吴林和郑志成的幕后黑手是谁。而现在距离联合国官员来春江市的时间已经很短了，我们除了大面积搜捕之外，还必须采取重点的突破，立即拘留突审有重大嫌疑的刘宇以及他的经纪人刘宇泉和王佳慧。我说两句吧。我认为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刘宇有罪，所以现在没有办法拘留和传讯。而且刘宇又是国内外有影响的人物，万一我们抓错的话，我们就会非常被动。所以我的意见，我们现在是全力以赴把保卫联合国官员的任务完成，之后我们再集中力量对刘宇和刘宇泉进行调查。
我希望大家把失去战友的悲痛暂时放一下，啊，抓紧时间，现在还有四五个小时，好好睡一觉。嗯，散会。那怎么了？那痔疮又犯了？啊，早就跟你说了要去医院清理了吧，就是不去，自己不拿自己当人，活该。是我不想去啊，我能有时间吗？拉屎都得听你谈工作，还有时间到医院去清理痔疮？脏东西，一点同情心都没有。哎呦，等案子完了以后，你过来，我亲自给你开刀啊。亲自陪你上医院开刀，现在跟我到局长那儿去说服他去。车速保持在60公里，车速保持在60公里。从机场到城中立交桥，没有任何车辆阻止的情况下，时间是33分20秒，33分20秒。晚上没有回房间睡觉啊？睡这儿也一样啊。你说我们这是在做什么？嗯。做什么？我们在为生存而战。佳慧。你说赵忠实现在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？我不知道。我说赵忠实他现在肯定还活着。他活着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他活着至少能让我减少一份罪恶感。这两样东西就可以拿到你爸爸留下的巨大财产，不过它属于不属于你，你自己想想。叔公，我这次来并不是想要得到这笔钱。这笔钱本来就不应该是你的，如果你真不想要啊，星儿，你就把它还回去吧。
啊。玉泉，你要是想急着知道赵忠实的消息，我可以去问林芳。你怎么去问他？我，哼，我倒是有一个办法。今天晚上正好是刘宇的生日，你可以以此为理由去林芳那儿，请他和赵忠实晚上来参加刘宇的生日晚会，这样不就行了吗？